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光头强给小朋友带来了会讲故事的工程车玩。这是一辆惯性工程车，车有开机语音、流行歌曲、唐诗、故事，还有汽车启动声。我们城市的建设都离不开工程车。看看包装背面，一系列的工程车有吊车、泥土车，我们的就是这辆泥土车，还有煤矿车。驾驶室上面有工农按钮，侧面还有油罐车、搅拌车、督工车。把车拆出来，给小朋友玩一玩。这是一辆黄色工程车，车厢是红颜色的。车可以自动装卸，现在卸货。哦，车厢升起来啦，就是这样就可以把货卸下啦，装上车厢。数一数，车有几个轮子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车一共有六个轮子。看看它都有哪些功能吧。按白色的按钮，车启动声，还有灯光。绿色按钮是故事。古诗。橙色按钮，歌曲。爸爸去哪儿？第一首歌曲呢，是小苹果。生日快乐！我有一只小毛驴。蓝色按钮。开机语音。这里是一个驾驶室，驾驶室正面有灯，后面有排气筒，车厢可以打开。看看，打开啦，车厢好大呀。光头强来啦，我现在要去给猪猪侠送货物啦。光头强装进了两颗健达奇趣蛋，一颗男生版还有一颗女生版奇趣蛋，把奇趣蛋装进车里。好了，准备出发了，给猪猪侠送货物啦。滴滴，猪猪侠，猪猪侠，你好，你的货物来啦。啊，我是光头强呀，辛苦你啦。不用客气，
看一看，这是你的两颗健达奇趣蛋。一颗男生版，还有女生版奇趣蛋。光头强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吧，我们跟小朋友分享分享吧。好啊，里面有巧克力，还有玩具。这是勺子，这边是好吃的牛奶、巧克力。牛奶、巧克力，美味又有营养哦。看看玩具，玩一玩好玩的玩具。里面是一辆车车，还有车车贴纸，看看说明书。这辆车车可以弹射，贴纸我们就不贴了。这是一辆蓝色小汽车，玩一玩。一二三，发射！把车车发射到猪猪侠那里吧。哦，把猪猪侠撞倒了，好好玩呀！呜哦，又把猪猪侠撞倒了。我们不玩的时候，用这个夹子还可以把车车固定。这里还有一颗女生版奇趣蛋，我们就不拆啦。我们在下期再和小朋友分享，记得下次收看我哦，拜拜。